第二十九题，时速每小时60公里的机车和时速每小时40公里的大卡车迎面对撞，何者受力较大？那么今天是机车撞到卡车，卡车也撞到机车，一个是机车对卡车受力，一个是卡车对机车受力，这叫做作用力与反作用力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两个是大小相同，方向相反，所以呢，他问我们说，这两个车子对撞，何者受力较大的时候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一样大。